从手机架上掉落，女子遂靠边停车，步行至车道中央捡拾手机。此时对向行驶的大客车驾驶因天色昏暗，未注意到车道中间有人，于是反应不及，左前车头直接撞上该名女子。女子现场无呼吸心跳，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。大客车驾驶因酒测后酒测值为零。检视远景有执法过当之余，那本分局将依规定行政惩处，并加强远景的执勤技巧。该妇女站立于人行道原石上，尚未进入行人穿越道，本分局远景的驾车行为没有构成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二项的举发要件，本分局将加强教育所属远景。